看今天其实差一点出去中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今天原本差点中的，因为昨天凯奇跟我说要找我去那个室内冲浪，然后他会找妹子。原本说好要户外台啊，然后要室内冲浪跟辣妹啊，什么会穿比基尼啊，我操！跟我一起学冲浪，就站在那个板子上面，然后看能不能稳住之类的。然后结果，凯奇还有 A 加嘛，不是去帮忙拍婚纱吗？跟阿迪还有阿胜，妈的，阿胜确诊了，还好没去啊，干真的还好没去啊。凯奇昨天差不多啦，已经讲好啦，我说阿胜他们已经有病症啦，你们还有接触，然后我说他跟光伟吃过红楼养。好啦，如果这次我不幸的话，请你一定要传承凯奇的精神啦啊！完啦，已经好像凯奇要顶不住啦，要全倒啦啊！老板好，不要叫我老板啦，我是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啦。